大受古来稀，写却尘缘应一笑。艺韵传百越，往生净土乐逍遥。求姐陈浩求日前辞世，2021年8月16日，佢屋企人为佢喺世界殡仪馆设灵，以佛教形式进行，拜祭者众，川流不息。灵柩移奉钻石山火葬场火化，一代艺术家徐兴烟永成回忆。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江俊杰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水马人会馆，以香港粤剧为主的新闻、知识、创作，去到香港本土文化的 YouTube channel， 如果觉得有兴趣，就即刻来订阅啦。踏入丧礼的大堂，一派肃静，气氛庄严。灵堂上面写住往生净土，正中央是求姐的一张彩色相，仪态端庄，高贵祥和。而两边有两副挽联，是郭兆明博士和欧文凤女士所赞。整个灵堂用金色帐幕包围，祭台前面摆满鲜花，两旁挂起西装布料的祭像，场面风光，睇到屋企人对求姐嘅心意。求姐一生未婚，曾经笑言话嫁咗俾舞台。身为大家姐嘅佢，有两个细佬，七个妹，总共十人。佢同几个妹一齐住，而九妹永求亦都系戏班中人。灵堂前面并列九位弟妹，加埋契女嘅心形花篮，合共十全十美，意重情深。出殡的那一日，到场致祭的圈中人络绎不绝，足有五代人向前辈致敬。对求姐来讲，绝对是生荣死哀，艺远流芳。星哥林家星的妹留足全程送到上山。阮兆辉、邓拱碧夫妇是求姐亦师亦友。还有求姐的唱腔老师刘永全，求姐的北派老师刘迅，还有她多年的拍档，出自粉菊花的同门师弟罗家英、吴千峰，还有李龙，同求姐有三代情谊的高永权师傅，亦都带埋细仔高永俊嚟致祭。何家耀老师、林锦堂遗孀、杨丽红，而仙姐白雪仙亦都送上花牌悼念，仲有罗艳卿、梅雪诗、陈宝珠、楚源、蓝红、文千岁、梁少森、谭善红、任冰儿、江雪露、小诗老师、张敏维老师、影视界好友毛俊辉老师、蔡明辉、尹飞燕、李居明、林润生夫妇，为星哥同求姐担任头家多年的刘建荣、杜伟秀明等等。花牌更加摆置出口通道，亦都有好多后学向求姐送上最后心意。而一众圈中好友亦都送上祭像悼念。求姐晚年减少舞台演出，但都不忘指导后辈。这一日，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举行公祭仪式，院长刘国英同求姐有两代交情，父亲刘月峰早在大龙凤年代已经同求姐交往演出同拍戏。公祭灵前，
擂酒三杯。到咗11:30，高僧大德开始为求姐诵经，家人连同求姐嘅弟子逐一为佢上香。大后队伍入面较为瞩目嘅有求姐晚年多番指导嘅新一辈演员梁飞同，粤剧戏服前辈陈国元先生上年为求姐做咗套价值过万嘅戏服，系一套贵妃嘅宫装。袁叔透露，求姐旧年试着之后好中意，佢今日特登送到嚟灵堂俾求姐陪葬。我哋多谢有心人提供独家照片。大家睇下，中午12:00，大殓开始。分全体升起立，起立后请面向门外回避。封棺仪式之后，全体向求姐告别。扶灵人士有阮兆辉、刘迅、吴千峰、刘永全、何家耀、陈国元、罗家英、李龙。近百人亲自送求姐上山，走最后一程路。求姐陈老求就喺钻石山火葬场，俾我哋最后一次望住佢嘅仪态，为佢一生嘅成就画上句号。遗体准备送入火葬炉，呢一刻家属一齐安祭。灵柩随即送入火化。
而在场的人都向球姐挥手道别。两个月里面多次扶灵的辉哥，最后送的是好前辈、好拍档，更加是艰苦岁月的好朋友。这一刻，他同太太 Bobo 姐泪如泉涌。一缕轻烟飘向远方，球姐将会长眠在澳门永廉亭，是她生前拣定的庵位。大寿古来稀，舍却尘缘应一笑，艺韵传百越，往生净土乐逍遥。